在皇家加工厂，记者了解到，要生产这样一款年味十足的贺岁寿镯，要经过油压钢模、纸模、抛光、打砂、喷砂、烤珐琅等步骤。现在我带你参观的就是我们首饰行业第一个工序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新推出的虎年的儿童手镯。现在就是我们把想要的这个图案，先雕刻在钢模上面，雕刻好以后，就是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，就是把金放在这个上面挤压出来。经过500吨油压机的压制，花形图案清晰饱满。再用专业的模具把边坯切掉，植模车间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边坯修整打磨光滑。你看，这个就是经过植模焊过了一个珍珠圈上去，它就是把这个形状跟这个尾巴两个重叠的位置给它固定好，可以让它缩大缩小，作为一个推拉。将手镯进行打砂、喷砂，把闪亮的黄金表面处理成为哑光质地。最后就是工匠点涂珐琅颜料，每涂完一种颜色，就要经过一次8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烧制。烧制后的珐琅颜色更加绚丽，富有光泽。这样，一件虎年宝宝专属的手镯就制作完成了。